LED 矩阵是设计成会随着亮度跟着亮调整它的亮度还有灯泡的那个数量。然后如果过暗的话会让灯泡全亮，可是这边因为我们是分两层做，所以在矩阵方面就是那个孔位的问题。是不是还有三个系统要尝试要注意一下时间？哦，接下来第二个模组是安全距离侦测系统，因为现在交通事故常常发生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，我们要求每个车子都要设置一个安全距离侦测系统，请看模拟画面。我们是用超音波，然后我们用超音波去侦测前方车子的距离。接下来实际部分就是请看灯环，灯环。当距离越接近的时候，灯环就会只亮一颗灯，然后亮红色代表警示的意味。当距离越远的时候，就会亮比较多，然后渐渐变绿色。时间到，你们还有两个吗？好，赶快用灯。第三个就是路段红色，我们要先设定。单单这里会做动吗？单这边，这里先不会，这里是第四个。哦，你们时间要掌握，因为时间都超过了，对。我们会建立一个清单，记录灯号位置，还有长度，还有其他的长度是多少。我先示范一个错误的仪器，画面上就会显示错误。接下来我们示范一个正确的。那这是什么系统？这个是路段封锁的这个系统。接下来栏杆就会抬起，就可以经过。最后一个是因为最近有发生那个运河拥塞的那个事件，所以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解决的方法。我们是将红外线放置在岸边，当船太靠近岸边的时候，水就会洒水，然后让水量升高，避免搁浅。同时，马达也会跟着转动，随着距离而转动。我们的画面呈现是利用分身还有理化科学到的运动方程式，让画面更精准。我们的作品讲解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评审老师的聆听。那这边在做什么？这边是我们的工作人员，因为分工是我做的是测试，他做的轮体动画。所以这边是测试用的，对，这边是测试用的。那你们做四个系统，所以你们要掌握那个时间，不能说一个系统就讲得太久。他那个设密码的用途是什么？我不太完全理解。应该说，我
们很多交通事故发生在拥挤的路段，所以如果车流量太多的话，就会把栏杆放下来，就是不要让车子再过去，等到车流量减少之后再去把密码解开，然后才能再过。不设密码会怎么样？不设密码会怎么样？不设密码就没办法解开，就没办法让栏杆升起，然后车子。那不是应该是要自动的吗？那应该要自动的。嗯，所以你要一个人在那边一直打密码吗？没有，是等到车子很多。它设密码一定是不能升嘛，然后在远端有，因为我们这边没办法做网络。好，时间到了。